大家好，歡迎嚟到三月十三號晚嘅影畫春秋，我係 Gia 啦，我係 Grace 啊 ，Thomas， 我係 Diamond 啦，Diamond 又再次出現啦，啊、又出現啦。咁我哋咧就先講翻一套其實都已經上映咗一段時間嘅韓國片啦。咁香港咧就自行地解讀為呢、這個，香港就自行穿插附會做呢個逆權三部曲啦。係啦、啊，好怪。但好似佢連佢所謂嘅首部曲都唔係由間發行做咯。係啊。同埋做咩要三部嘅？如果有第四部咁點算啊？喂，其實唔係㗎，佢之前有套《逆權師奶》，你係咪唔計數先？咦，係喎、哦！佢、哦《逆權三部曲》其實佢應該係指全斗換執政嗰時候，嗯，即係關聯嗰三套電影。但係喺韓國嚟講係冇呢回事㗎，冇三部曲嘅咧，定？係啊，三部曲就係、是香港嘅發行公司自行穿作附會啦，咁啊一套係《逆權大狀》啦，跟住《逆權司機》啦。跟住呢一套就1987逆權公民啦，其實都係真係全斗換時代發生嘅事啦。咁其實係唔同嘅，如果你咁自行解讀，係喺唔同嘅崗位去面，即係喺同一個時代唔同崗位所發生嘅事。真係差唔多時間嘅都係嘛，三套都。唔同嘅，如果你睇逆權司機應該係最初，即係講到呢、這個廣州事件。廣州事件啦，咁呢套1987逆權公民就算係接住逆權司機後面係啊，因為都唔係應該逆權大狀係接住逆權司機啊，逆權大狀就係講個虎林事件啊嘛，係啊，老太縣啊嘛，其實就係即係老太縣，即係個前身咁就走去即係為嗰班大學生辯護嘅，咁嗰應該兩頭先講嗰兩套嘅嘢就個時間係比較相近嘅，係個男主角都好似樣添，咁去到1987咧就應該就係講到全斗換執政嘅後期，應該隔了幾年的就係、是。嗰陣時應該是開始搞緊呢一個漢城奧運啊嘛，就係、是。漢城奧運嗰個年代。咁嘅、那個故事其實佢冇故事嘅，我覺得成個都有嘅。咁其實就係呢、這個佢個反共處嘅處長。咁就要掩飾一啲事啦。咁啊，咁佢想掩飾呢啲事嘅時候咧，就有人去唔服從、唔配合，咁啊，從而令到一啲嘢就。被人挖了出來 去公諸於世，再講回不同人不同角度去看這件事咯。是，其實最主要是一件真人真事，就是他當時有個叫朴忠哲的學生是在盤問的時候被毆打致死的嘛，但是呢、個處理手法是非常之不人道，以及用一個極權的手法去處理啦，即係講到學生被心臟病死嘅，係啦，被心臟病死嘅，拍一拍張台佢就死咗啦，已經。咁即係其實佢就係講，即係然後之後咧係好無理，咁然後家人上去領屍嘅時候係不得要領，總之其實佢阿媽、阿媽即係阿媽、阿家姐同埋老豆去嘅時候，佢已經係一條死屍啦。咁、然後咧離遠望一望，然後即刻燒咗，燒完之後先俾翻你，冇得俾你驗。係啦，其實佢係想不驗屍就草草結案的，那就是因為一個檢察官就不識好歹啦，不肯簽啊，即不肯簽一份文件去 skip 這個步驟，那最終其實是有驗到屍的，okay. 但是家人是好像即好親嗰啲家人，好像阿爸阿媽啊家姐，其實沒有入到去，只是他姐夫阿叔啊姨丈啊阿叔咁啊入去旁觀啦，咁啊去到最後。去到最後就驗完屍之後咧，咁阿叔就喺啲記者面前就講咗啲嘢啦，咁啊即刻已經車走佢噶啦，咁啊再之後其實就講翻啲記者點樣去追查，跟住又講下嗰啲反共處嘅人啊，又再講好多嗰陣時期間唔同嘅社會人士去。對於呢件事，佢點樣處理？佢點樣去參與咧？其實係，其實初初大家都好似好冷淡咁嘅，即係好似我哋睇《逆權大狀》嗰陣時，仲未燒到嚟漢城啊嘛，正咁嗰啲人都係啊，唔係都去到《逆權大狀》已經去到漢城噶啦。逆權司機嗰陣時，漢城仲未到嘅。咁咧嗰啲人咧就好似所有嘢都係事不關己咁嘅。但係逐漸咧，嗱《逆權大狀》就係話啲大學生示威啦。去到而家呢個1987咧，其實係差唔多全城啊，係每一個階層嘅人都去參與呢一個推翻呢個全斗換政府嘅。咁啊，但係其實好悲哀地，大家都知道其實最後真正嘅歷史就係全斗換落咗台，但係佢嘅即係佢嘅接班人。接班人啦、啊，就係阿盧太宇係咪啊？我要揾翻先，我唔係好記得。阿盧太宇係啊，盧太宇係啦。係啊。咁就
喺個選舉裏邊咧，以佢37%嘅選票咧，咁就低票當選，因為嗰時候阿金大中同金明三兩個一齊參選，兩個一齊參選嘛，結果就分薄咗個票源。哎呀，點解呢啲事成日都發老是常出現嘅咧？真係。咁其實跟住就去到再下一屆嘅大選咧，咁跟住就即係講到阿盧泰愚落台啦，咁跟住阿盧泰愚同埋阿全斗焕之前被清算嘅，即刻被清算嘅係啦。但係其實，但係我哋之前講逆權司機都講咗啦，其實兩條友都俾人哋特赦咗。即他們所謂的清算都好，都小兒科嘅嘢。係啊，都有很多錢喺度嘅，其實係。我覺得1987其實最重大意義，我覺得唔係話即係阿全斗焕落台，跟住最後邊一個上台。唔係，我覺得最重要係你嗰個選舉制度改變咗啊嘛。同埋佢全城，佢係全城市民參與，因為呢套戲最主要咧就係咧，佢冇一個主要嘅角色嘅，其實佢係分幾個層面啊，其實咧，佢能夠令到呢件事叫做成功啦。其實真係，檢察官啦、獄警啦、學生啦、記者啦、反對派啦，反對派啦，幾方面嘅人集合。我要想睇啊，宗教同埋佢係不分天主教或者佛教咧，都係暗中去幫手。天主教直情係非常之明確係表係，直情係借出個教堂啊，去宣揚咧，要即係宣揚呢個反政府嘅跟住嗰啲講話類似嗰樣嘢啦，咁所以你覺得係全城嘅人都去集中力量去做一件事咯，咁先至成功啊嘛。所以其實佢唔有別於之前逆權大狀、逆權司機都好咧，都係用一個好英雄咁嘅角色走出嚟去帶領啲人去搞抗爭嘅。但係呢套逆權公民佢好唔同，就係咩人都好，咩人都喺度抗爭緊。即係唔會話見到哇！逆權大狀就阿盧泰愚就喺度打官司，好努力咁樣去反呢個政府。咁啊，去到逆權司機，咁啊，司機就好勇猛，好勇猛記者啦，好勇猛，仲飛車狂野時速咁樣去接個記者去宣揚佢啲政府一啲醜事。但係今次你逆權公民唔係喎，因為上至檢察官，下至真係。學生啊，平民都係喺度反抗緊嘅政府。即係可能真係之前都要出現過啲類似逆權大狀、逆權司機嘅，即係個別好多好多嘅小故事，先可以累積到呢一啲全民嘅反抗都唔定。嗱，我自己覺得有兩個因素，我覺得係同即係韓國個民族性其實有關係嘅，因為你睇翻韓國，即係由即係日本統治韓國開始去到跟住南北韓戰爭啦，跟住去到講到有幾十年嘅獨裁時期啦，其實佢哋係被壓迫得好慘嘅，我覺得係，即係所以變咗其實佢哋係好有骨氣嘅，我自己覺得係，即係佢哋唔會話係咪要壓迫得慘啲先？即係我覺得係越壓迫得慘啲，佢哋企得越硬。所以而家啲政府咪正咯，都唔會壓迫得好慘。喂，你睇，我覺得你唔好睇話，即係政治方面，宗教都係㗎。你嗰啲人啊，俾人壓迫得越勁，就信得越勁㗎嘛。而家正曬嘅所有嘢都，即係唔會壓迫得好緊要咯。即係你而家唔壓迫嘅，咪有啲宗教領袖咪走咗去投共咯。我想講呢啲，即係民族性呢樣嘢咧，其實咧，我睇嘅時候咧。我覺得好悲哀嘅，因為其實韓國人，我哋縱使成日都話韓國人自大啊，又所有嘢都係韓國製造嘅。我哋最中意華人嗰啲民族。係啦，你要諗一樣嘢，韓實嗰陣時我好記得咧，我哋睇電視劇，即係好似咁，我媽話：喂，韓國人、日本人好團結嘅，佢哋做所有嘢。佢話中國人一盤散沙。佢話咧，你留意一下中國人咧，所有啲團體活動咧係唔會贏嘅，因為佢哋唔團結啊。其實他哋唔團結咧，又未唔係嘅。我係覺得佢哋有利益嘅時候會團結咯。即係唔係我嘅意思係，即係硬係去到某啲好重要嘅關頭就會見到。即係當然你話第啲民族當然會有啲反骨嘅啦，但係即係硬係喺啲好重要嘅關頭就會即係我啲同胞就會。會硬係會有啲嘢唔好妥啦，總之就即係會唔係因為會諗自己啊？突然間會變咗，好多人會突然間喺嗰刻又諗多咗，話唔係喎，不如都係褪下咯咁嗰啲咧，咁就會變咗唔同咯。人哋就可能有少少視死如歸嘅嗰個意志。其實有嘅，你睇逆權司機又好，睇逆權公民。
其實啲人去上街，就算佢真係，我覺得佢哋係有本住可能會一死㗎，係啦，即係會有呢、這個，但係我哋。始終會即係，就算我都會，始終可能會話，誒、哎、都係留翻條命仔。即係佢哋會將嗰個民族性啊，將嗰個道德嗰、那個嗰樣嘢其實擺到好高嘅。擺高過自己咯，擺高過自己個人，個人會擺後啲咯。你睇你睇個套戲裏面講嘅嘢，其中一幕就係講到嗰啲報館俾人踢爆啊嘛。係係係。哇！啲人掟埋催淚彈入嚟嘅喎。係啊，嗰、那個啲人都個報館個館長，你初初以為咧，嗰、那個記者話：喂，我哋要寫呢啲嘢喎。咁佢話：喂，唔得喎，因為其實嗰陣時咧，其實。他們出的那些報紙全部要受政府監檢了才出得街嘛，要審批了，是要審批那個報，那個館長，我初初以為那個館長說，哎呀你不寫這些東西，錯了，那個館長是很帥的，喂有錢你當然不行了，出了下去，其實他們完全是視死如歸，去到臨尾你看到他們真的，Thomas 也說了，臨尾那一幕他們全部是戴了口罩，戴了毛巾那些，因為那些催淚彈全部射殺入來，掉殺入來，那他們再頂住咯，繼續去寫，頂住咯。其實一間報館冧咗，佢另外一間就接住。因為我哋其實開頭就係有一間報館先報導咗出去，即係好似我諗起 The Post 其實。係啊，我啱就係諗起啊。因為其實佢哋兩間報館係鬥緊噶嘛，點知知道第一間出咗事，嗰個館長已經打電話俾佢，喂唔得啦，我哋已經俾人哋踢鬥啦。佢話我哋出唔到啦，然後另外呢間中央日報就即刻接手出曬所有嘢咯。即係其實佢哋真係完全係本死去。報導翻呢個事實俾大家啦，因為其實嗰陣時大家知嗰、那個科技唔發達啦，大家只能夠靠報紙、電視先至能夠全接收到嗰啲資訊啊嘛，因為傳單啦，咁所以咧報章嗰個責任係好大咯。其實到而家都係㗎，你覺唔覺啊？就算我哋到咗現代都好啦，話即係就算資訊好發達，網絡好發達，但其實都係你發現都係報紙即係傳統嗰啲傳媒都係仍然係影響力好大嘅。係啊。比較咁講唔會得罪人，即係年長一輩啦。佢哋係唔會去，即係佢哋可能會接觸到網絡係玩玩微信啊，係啊，即係非WhatsApp 啊，打下牙教啊，你會佢會唔會上網去睇啲資訊啊，或者睇啲新聞啊，其實少啲咯。同埋我哋成日會有個印象，到而家都係咯，即可能喺手機度見到嗰啲都唔及得上你喺個電視上面有個官仔骨骨嘅報導員去講，即係好似硬係可信啲咁啊！嗰啲新聞就因為傳統嘅媒體個權威性會比較大啲，即係始終有一個權威咁。唔係好即係有啲網媒其實係啲內容農場嚟㗎嘛。係啦，即係。即變咗呢啲，亦都係削弱咗一啲網媒個權威性咯。個公信力咯，其實係。同埋你無論南韓好美國都，其實佢哋嗰個傳媒就係好著重嗰件事嘅真實性㗎嘛。你同大陸唔同，大陸嗰啲傳媒全部都係喉舌嚟㗎嘛。佢哋個主要功能係幫政府宣傳㗎嘛。咁大陸啲英文字母應該將會少一個咯。咁咪然後而家最大，即其實我覺得套戲最令我講翻最緊要的一樣嘢就係咧，佢即使係嗰、那個叫做匪碟搜查處處長阿金允石飾演嗰個朴處長咧，其實佢唔係淨止俾一個我覺得佢唔係反派，佢唔係完全一個反派嘅，佢係好話俾你聽點解佢咁立心，佢係嗱其實朴處長係忠心嘅，我覺得佢係。他是忠心要去捉為國家要去捉共產黨員，因為本身他是出身於北韓嗰陣時一啲叫做有資產階級啦，有啲家底嘅人。係啦，咁點知嗰陣時因為喺北韓就俾佢一個仆人屋企嘅仆人出賣，然後成家慘死，咁然後輾轉佢就嚟到南韓，所以佢對於呢啲共產黨員佢係好忌諱，同埋佢係好憎佢哋。佢係然後我覺得同埋佢唔係話見利思遷嗰啲人嚟噶，佢真係好維護佢自己嘅下屬。好維護下屬，因為佢有冇講到嗰啲下屬做替死鬼啊嘛？係啊，佢要去叫佢拯救佢，但係其實你去到呢個位，你即係好似阿全斗換去到佢要保障佢自己利益啊嘛。咁你呢啲梗係攞嚟祭旗㗎啦，其實。咁其實睇佢嘅時候咧，我覺得我唔會話大快人心，其實我反而覺得呢個人係好慘，其實係。即其實佢只不過又是一個被用完即棄的嘢，佢有自己嗰個理念啊嘛。係啊，即起碼堅持嗰個思想先。然後你話唔係一個呢套戲唔係話做曬英雄啦，好似阿金泰梨嘅角色，佢都係一個普通嘅女仔嚟嘅啫嘛。其實阿叔即係阿舅父，舅父係嗰個就係嗰個玉玉玉卒，係玉卒。
咁有時叫佢帶一啲物誒帶一啲物件去俾阿金正男啊嘛。係啦，即係佢都會覺得有危險，佢都會拒絕他。係啊，反對派領袖，咁你要利誘佢，佢先肯去做。佢初初佢亦都唔係話真心真意去要反抗呢個政府，咁啊直至有一日喺條街度，佢諗住去街啦，咁啊同個 friend 開開心心，點知撞啱示威。咁嗰啲我唔知道算唔算秘密警察定咩啦，即係著曬牛仔裝。嗰啲好似㗎，我即刻又諗起香港咧，嗰時示威無釐啦，跟有啲黑社會出嚟打人㗎，佢蒙曬面，其實唔係警察嚟㗎，嗰啲人係。佢蒙曬面，嗰啲爛仔就專，即佢覺得你係示威嘅，佢就追住你嚟打，要捉你。嗯。咁佢又不幸咁俾人睇上咗啦。咁咪俾人打啦。俾人追住，咁有人救咗佢，先覺得喂，真係好似。即個社會有啲問題喎。係啊，咁啊李寒烈啦，即係啊姜棟元特別演出㗎啦，呢套戲係。咁李寒烈就同佢，即係佢學長，咁然後就灌，即係唔係灌輸，即係話俾你聽，其實而家韓國發生咗呢啲事。咁佢哋做一個，我覺得最過癮係漫畫社啊嘛，然後入去我放啲片俾你睇啊。放光州自演紀錄片啊嘛。係啦，即係呢個逆權司機嗰個德國嗰個記者拍嗰套紀錄片嚟嘅。係啦，就係嗰套片。咁有人走嘅。但係佢就好感，即係佢係好嬲，佢好憤怒，但係佢又好無助。佢話：我哋可以做乜啫？咁但係佢又好嬲，咁點啫？咁其實令到佢好無所適從啊！咁啊，直至學長出咗事之後，佢先察覺到原來好多嘢係逼到埋身邊，即係學長出事啦，同埋舅父又出事啦。咁而佢先知道原來好多嘢係逼到埋身邊，因為其實入邊有交代佢爸爸係做工會噶，但係因為咧。又是被下屬出賣，然後就鬱鬱至死，所以他是很反抗，即是很抗拒一些關於這些這抗爭活動，他覺得沒有用的，這些人全部都是到最後都為到最後有利益的時候就會出賣你，所以你 不值得去做這些抗爭。是啊，所以你看這套戲的時候你就會覺得哇，他好每一個角色都有血有肉的，他不是說神話化一個人咁啊，其實呢個就係我唔中意逆權司機，因為臨尾佢去到臨尾嗰個飛車咁啊，係啊，臨尾就病 Diesel 搶身咯，即係我覺得好似好煽情咯，但係我又覺得嗱，佢而家1.87，其實佢係有一部分有點煽情，但係我又覺得我唔係話好長咯，嗰段時間係即係得幾幕咁，但係其餘時間最後一幕好勁，係啊，最後嗰幕係好勁，點解？因為嗰啲片係真啊嘛，你明唔明啊？我會看到很感動，是因為見到那兩個這麼年輕的年輕人，他真相啊，真人的相和一些新聞片，然後你會感動是那些真實的新聞片，你見到什麼？就是見到全韓國人無論男女老幼都是去support那班示威者啊！你見到嗰啲公司唔做嘢㗎，喺個 office 度開曬窗咧，然後咧喺度揈啊、撒紙啊，然後嗰啲車上面嗰啲老人家咧就吶喊啊，幫嗰啲示威者助威。喂，呢啲完全係兩回事。你諗下，如果你都係，哎，真係好衰。有時諗起又諗起香港。如果你示威啊，咪示威啫喎，大佬，即係行遊行啫喎，你已經俾嗰啲車嗰啲廢佬鬧你。阻住我翻屋企咁，阻住我翻工，阻住我翻屋企。平時唔見你咁中意翻工嘅，香港所有啲嘢，最好你去啲離島做啊嘛。係啊，你示威得㗎，你去離島啦。你拍到拍你嗰度做下咁，然後你會感動，你亦都好悲傷，就係覺得點解你會覺得永遠中國人係唔會成功咧？呢啲嘢，因為中國人係會埋怨話你做乜付出咁少啊？係啦，你做乜唔走出嚟咁樣噶嘛？成日會有依一啲之類嘅。埋怨噶嘛係，咁所以你睇完套戲，哎，真係好心痛嘅又，咁然後我又中意啊呢個導演，其實我冇睇佢之前拍過啲咩嘅，張俊滿啊，其實係，我又冇留意，我淨係知道佢係阿文素利個老公咯，咁咧然後，但係我好中意佢個拍攝手法，佢其實咧初睇嘅時候咧，我都驚有人會覺得亂啊，因為其實佢太多人物啊嘛，佢交一路穿插嘅，同埋中間有段時間何正宇消失咗噶嘛，係啦，何正宇其實係開頭出少少嘅啫，係啊，跟住就去放飯啦，咁啊，跟住去到最尾先再出現噶嘛，就出得一陣嘅啫，其實。但係何正宇個角色係好緊要嘅啫，因為佢唔肯去簽嗰一份驗屍。報告，所以先至引帶咗發生咁多事。哇！你個香港有冇法官真係好似佢咁咧？但係我唔肯啊，屈從咗政治壓力。係啊，佢直情係連屋企都唔敢翻啊，係，因為佢老跟其實佢外父係啲權貴嚟。其實最後講到何正宇，佢係冇咗呢份工㗎，佢最後要自己開律師行㗎，就專打民權案咯，就係、是。
所以就係話睇完之後，即所以咧唔好因為某又係用啦，唔好因為某演員咧入場咧，真係會瀨嘢嘅。其實係，因為其實呢套戲所有演員嘅戲份都非常之平均，我覺得係。其實佢應該話你話真係要數一個主角，就真係阿處長係啊，似主角咯，以戲份嚟計。金敏石係，但係佢因為呢套戲我點解會覺得佢係比逆權司機逆權大狀好嘅係佢冇英雄啊。嗯。其實冇英雄呢樣好緊要啊，因為尤其是可能中國人社會啦，成日都會覺得有個明君啊，有個英雄走出嚟嚟帶領我哋，即係你要揾個摩西走出嚟帶你去脫出紅海，即係好似戰狼二有個冷風走出嚟咁樣。咁有陣時唔係話咁多英雄噶嘛呢個世界，你要集合曬所有團結嘅力量先能夠野出。係啊，以前香港人嘅英雄係阿成龍嚟噶嘛，而家唔好講啦，唔好再講佢啦，呢啲垃圾。同埋講到一樣嘢咧，就係嗰時候韓國時期咧，因為其實最後阿盧泰愚都攞咗37%選票啊嘛，咁即係其實有37%人其實係順從呢個阿全斗焕啦。係，其實嗰時候其實應該個經濟咧，其實係起飛緊嘅喎，其實係。係啊，其實呢個又係向錢看嘅問題啦。即係你嘅意思係嗰三成其實因為錢經濟因為全斗焕執政雖然係好極權，但係嗰陣時韓國嘅國勢係開始上緊。嗰時候亞洲四小龍啊嘛，係啊，但係都咁多人咁反骨咯喎都。係啊。咁所以起碼之前太多嗰啲過分嘅嘢發生過咧，唔係其實係太離譜啊！實在係咁，你因為全斗焕佢個用嘅手法係太令人齒冷啦。你呢個反共處都已經係好有問題啦。你諗下我哋嗰個地方都係啦，咁多年咁過分嘅嘢都可以10年經濟起飛就變咗九成都支持佢啦。冇㗎啦，中國人應該滅絕㗎啦。即係唔止中國人，即係其實韓國人都係啫。只不過短時間，咯，同埋都幾十年其實，因為始終你睇韓國人，我自己好覺得好犀利嘅，佢真係好團結咯。即係嗰陣時之前講嘛，釜山啲電影人都可以杯葛你啊，甚至乎啊朴槿惠有時係過百萬人上街遊行，每一日喎，係咯，真係即係唔係一日兩日喎，唔係話七一完就大家翻去圍爐取暖咁樣喎。佢係每一日喎，佢講到明話，朴槿惠一日唔落台，我哋一日都會守喺你門口。同埋嗰段時間都叫做已經幾好勁㗎啦嘛，係㗎，即都唔係話啲咩慘嘅。係啊，你韓國嘅娛樂圈咁蓬勃，都會咁樣，都係咁，啲明星出曬嚟喎，仲要。因為佢哋好厭惡獨裁啊嘛，佢哋好啲明星唔討厭政治咯。即係諗下，其實宋康昊都俾人封殺咗一段時間㗎喎。係咯。所以其實你話。即係佢哋係真係可以直視翻佢哋自己嘅歷史啊！佢哋會真係不平就走出嚟，其實呢樣係值得讚嘅。喂，其實你諗下嗰個時間唔係好長嘅啫喎，1980幾年嘅嘛呢個故事係，八幾年即係40幾年啦，應該三十幾年，佢哋已經可以去檢，即係將自己國家最醜惡嗰一段時期啲嘢拍曬出嚟咯。佢完全係反，即其實係就係佢話，因為朴槿惠呢件事咧，係會令到好多電影人去反思翻，我哋唔可以行翻以前條舊路啊，先至會有呢幾個系列嘅電影出現啊，呢幾套電影出現啊，其實係。其實你唔好話講呢啲即揭示翻當時嘅社會啊、政治局面，其實好多社會唔公平嘅嘢都會有電影人去拍一套戲出嚟去啊，係啊，去平反啦。熔爐啊嘛，最出名嗰陣時係即係無色立喊啊，好多套嘅，其實好多套噶。有套講三星，即係三星嘅年輕員工咧，因為接觸嗰啲化學物咧，跟住 cancer 死啊嘛。呢套係禁咗噶嘛，俾三星，即係三星係施壓話唔准佢播啊嘛。然後最後啲大院商播唔到咯，係啊，最後喺細戲院。係喺細戲院播嘅，香港嗰時放過一次。來自三星的孩子啊！係啦，係啦，係啦。即其實呢啲其實佢哋嘅電影人係好有。我即刻睇下依家台面上有幾多部三星。Sorry 啊，我有，我係啊。Sorry， 我係 iFan Boy。哇！咁大鑊，係咯，華碩唔好意思啊，好彩好彩咁。即所以其實，即有陣時又調翻轉，我覺得某啲人會話香港韓國電影有咩咁好啫？咁咪係好喺呢啲地方度，佢肯去正視自己先咯。冇嘅，因為睇得太多嗰啲炮菜仔咧，可能
掂咗啦。要話調翻轉嚟講，你話人哋啲泡菜仔，即個樣整到點都好，人哋真係正式出過你啊咁樣係嘛？人哋正式出道前係要練習好多年嘅，即係做練習生好多年。起碼嗰啲，起碼嗰啲功夫都有。喂，至少識得跳舞、唱歌，同埋你見佢哋咧，所有出到嚟咧要好。正統噶，即係唔係話你？我都係噶，即係唔會講埋啲白痴嘢。係啊，試下雖然你話人哋少女時代啊，或者嗰啲全部好人工，即係你可能覺得佢得個樣，但係其實表面咁樣。其實佢背後佢真係好辛苦，下過好多功夫，只不過我哋冇好好去嘗試了解。了解啦。同埋咧，韓國啲電影其實你近年啊，嗰啲製作都越嚟越精益求精啦。你梁你講啲講到逼1987，最後嗰個 shot。哇！成千上萬，哦，係啊！嗰度真係嗰個係用咗好多電腦特技啊！嗯，喂，其實嗰度真係睇到喊。其實所以我睇嗰場，我唔知道你睇嗰場會唔會？我睇嗰場係冇人走啊，真係冇人走。然後你會聽到好多咧嗰啲飲泣聲，因為其實佢接住阿金泰梨望到嗰一紮人，即係嗰一紮市民上街啦已經。然後再接住係播嗰兩個細細嘅年輕人嘅相。然後再播當時的新聞片，哇！你真係好震撼啊，那個感覺係。嗯。即係同埋佢係真係識得用個特技點樣嚟到加強。嗯。即係嗰個場景嗰個震撼力啊嘛，佢係。即係佢係煽情嘅，其實臨尾，但係煽情咧，你會覺得真係佢。即係佢係真係有好有感動。好感動，唔係擠你喊咁樣。同埋佢嗰間特技公司叫 Desta， 即係與神同行嗰個第二公司。哦。但其實佢啲技術啊。各樣嘢其實韓國都發展得很好嘅啦，真係。即係佢嗰個表達手法啊、敘事技巧啊，其實已經係越嚟越進步嘅，甚至乎係差唔多接近應該亞洲係去到最頂尖水平。數一數二，數一數二。係啊。即係你話真係要爭第一係同印度爭咯，我覺得會係。嗯。日本就冇得爭。冇啊！日本唔得，有我又諗過。日本劇本都 OK 嘅，但係啲。啲製作就真係唔得，真係追唔真係越嚟越追唔上。你唔好笑啊！印度有幾套勁戲，香港唔上台，台灣上咗喎。嗰啲特技都幾靚喎，真係，但係香港唔上。點解印度又會捨得去使錢去請人哋啲專才翻嚟？之餘，其實佢哋都有學噶嘛。同埋最重要一樣嘢，佢哋真係有即係有個自由創作空間喺度咧。即係你變咗，即係我睇完套戲之後，我覺得你大陸。你抌多100亿啊！你拍多幾廿年，你都追唔到佢嘅水平。真係慘。最大原因就係因為你大陸始終個意識形態一定框住嘅。你個意識形態其實有仲係有好大限制。其實而家越嚟越大限制添啊！你一路睇落去啊。即其實而家你又數翻中國，甚至乎我覺得香港都有少少係以民族行先嘅。嗯。你係中國人，你就要支持中國電影。係啊。入邊香港，你係香港人，你要支持香港電影。咁我覺得支持係要嘅，但係用一種咩嘅方法晚餐係咪好嘅支持咧？呢個係好值得大家去諗嘅。我哋提出咗好耐㗎啦，呢樣嘢有啲唔好嘅氣氛唔能夠晚餐嘅咧，其實。所以，喂，咁我哋睇完有人同你講有啲咩唔好，咁係咪係一個惡意嘅中傷咧？咁呢個大家諗啦。嗯，係啦，咁我哋休息陣啦，轉頭翻嚟啊，講一套新片啦。